Y... están...这个游戏呢，最赚钱的，我觉得是这个卡带的部分。但这个卡带呢，必须要有点技术啊，就是你可能需要会一些钢琴的操作方式啊，来试试看啊。那首先呢，购买这个卡带，它现在是2000块金条一个卡带，之前是小太阳啊。购买之后啊，我们就直接给它录音啊，好吧？我们先弹奏歌曲，边弹奏的时候可以录音我想要录的，没办法边弹边录啦，就是有可能找一个朋友来帮你按下去那个录音的按钮，好不好？然后就让他跑完，录到就是想要录的那个范围，啊，最长就是1分钟，录完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它输入歌曲的名字。那描述呢？我先打上我的频道，然后制作卡带。OK。那我们就直接到这个交易之城啦。那其实就跟一般卖东西一样，很简单啊，想直接上架。它的上限是8000块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啊。那我们也一样可以去这个公司这边去试听哦，来试听它的状况，看一下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扣掉成本2000块的话，是可以赚到6800。那如果你还要再买它那个折扣的，对吧？7200，对吧？不过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啦。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，帮我按一下赞，好不好？那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先这样喽，拜拜。